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爆水方长勇。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澄清湖棒球场。今天赛前是洪总的千胜哦，今天洪一中总教练在挑战1001胜，那看看到最后会不会挑战成功。大家都说 YouTuber 好当哦，那我们今天特地邀请到两位我们的朋友，让他们一起来参与，来担任我今天的助理主持人，让他们体验一下棒球 YouTuber 进来球场里面拍摄棒球是容不容易，辛不辛苦。两位来，这两个来说，想要被玩 gay 啊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一球，欢迎收看豹子腿方长勇的频道。为什么叫一球？其实跟一力有另外一层的关系。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他叫一力，我叫一球，都是姓一。啊，你呢？我叫萱萱。萱萱，一球，有啦，有上球啦。今天就让他们两位哦一起来体验一下一日的 YouTuber。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把这样的讯息告知他们两位，说昨天怎样？睡不着，太兴奋。阿丽嘞？做梦啊！我还梦到我在背剧本呢，太紧张了。哎、啊，我们拍这又没有任何剧本，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。这样子有睡好吗？也是有满八个小时。今晚下播五点五十四分，困到差不多四点。啊，你嘞？我只睡两三个小时，真的就一直在那边思考说今天要怎么样表演。对啊，还在想我到底要穿什么。说到穿 DJ 鞋啊，纽扣没有扣是不是？不要紧。今天这两位哦，其实是我们在美国我们有录制结婚祝福影片的两位男女主角。那我们今天就特地邀请他们一起来体验看看一日 YouTuber 好不好当。辛苦。对，阿北开戏就辛苦啊。等路走来我就觉得很辛苦了。对，阿北开戏耶。等一下我就直接交给你们两个哦，我就在旁边。OK， 好、哦，啊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欢迎大家收看豹子腿方长勇的频道。没有了，已经开场完了啦。我是今天的特派主持人一球，他是萱萱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到澄清湖棒球场的大门口做得非常漂亮，门很像门，墙很像墙，颜色就是有符合台钢这支球队。好，继续，继续，好，换你介绍，换、啊、你，可以、啊、可以喝酒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最新的，他现在在买，还在介绍。你在买，还在介绍。我先喝看看好不好喝。他说他要先喝一下比较好讲话。一些吃吃喝喝的，其实他蛮像洲际棒球场，就是外面有一些摊贩，各国的都有。这个豹哥都有介绍过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多做介绍。片场位不够啦。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要带大家去开箱台钢雄鹰啦啦队。对，那我们就进到里面来看台钢雄鹰啦啦队。那一边不用介绍。好，那那边也都也介绍一下好了。炸鸡六条啊，墨西哥卷饼，还有萱萱，你要不要帮忙一下？不是，你不帮忙，那就去吃吃看啊。都吃吃看吗？对啊，吃吃看啊。然后我们就整场一直吃吧。反正你蛮会吃的啊。还有泰式奶茶、鱿鱼啊、肉酱鸡块，炸鱿鱼超好吃的，我每次来都要买，真的有来啊！帮我们点一份，它还会有洋葱啊。那你最喜欢台钢雄鹰的哪一位球员？王柏荣跟摩伊娜。那如果有个机会让你跟他们两位拍照，你会首选哪一位？可以两个都要吗？小票才做选择。那你呢？其实我现在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出来，我这是饱足，不是满足。我最支持的就是豹哥而已啊，他在我旁边我就非常满足了。拍这一种外景，对于 YouTube 来说。像这种外景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会遇到什么人，其实我们完全都不知道。对，所以会有很多需要临机应变的地方。他说他等一下带大家去看啦啦队，我看看他怎么带。我带大家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上次来澄清湖棒球场没看到的东西。上次来不知道有没有这一个舞台、欸，上次我印象中好像没有，但是他们在刚刚稍早的时候，好像在这里有一个活动。我认为一个球场一定要有这一种舞台，啦啦队啊，让球员、让贵宾可以来到这里跟球迷朋友们。做互动，哎呀，你两个助理主持人，你要讲明天，包括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，我觉得今天的主持棒我们就交还给你。一模一样的话再说一次。这边啊，我有看到一个新的舞台，但是这个舞台可能就是做一些什么表演啊、什么活动的。我觉得台钢雄鹰在这个方面经营得非常好。啊，换我？你们两个在忙什么？好，来换你介绍一版看看。这个舞台可能像见面会啊，或者是跟球员有一些互动的时候可以用到的。这个舞台架设的不错。OK 啊，可以啊。当 YouTuber 大家就是希望我们在他们身边，我们把我们看到的东西把它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分享啊。我们不是演员，其实我觉得这是担任 YouTuber 最重要的宗旨。那我觉得他不用讲话，他就是一个娱乐，他讲没有喜感的、啊。对，我不是走这个路线的，我是走那种帅气路线的。我们接着就是进到里面带大家看最重要的，走，看看他搞出什么名堂。哎、欸，
啊，是从那边嘞。蛮通常拍啦啦队都没有在这边排队哎，还是要跟大家一样这样子比较好。啦啦队，啦啦队，啦啦队，啦啦队在哪里？这有啦啦队吗？啊，怎么没有啊？不要紧啊，我们就介绍他们的商品啊。哦，这母亲节的、啊，是他们新出的母亲节帽子。很好看哎、欸，这多少钱？包哥，你猜猜看，1280。再低一点，980。答错了，1080。以我们球迷的角度来看，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价格的。母亲节的，嗯。那这是他们城市版的、哦。我超喜欢这顶的，这顶980。哎、欸，你很适合。我不适合，你真的想要婚姻长久一点，我真的不太适合。啊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城市版的球衣好了。其实他这个球衣做的蛮好看的，而且他这个的意思啊，就是高雄的旧名打狗，一件也才2580。第一码就是有属地。第二他可以穿，第三你穿不下，第三我可以有3L 再不行就是5L。 我们知道台钢雄鹰他们接地气的感觉说实话是比较重的，这件球衣其实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他们已经有穿出去做比赛，确实颜色配色以及设计都蛮好看的。2580其实不算贵，如果以球衣的话，上一次有进来过，进来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他们的定价策略都是偏向比较亲民的，也比较符合在地球迷。这个多少钱吗？好像800块哦，800，但是这个好像没有再卖了，去年的。啊，啦啦队在哪里？真的是要带大家开箱台钢雄鹰啦啦队的商品，但是不知道什么，他这边没有。各位观众，他就是委屈一点，有点崩溃。我今天单身哎、欸，对不起大家，勉强一下。这里面确实没有看到啦啦队女孩的相关商品，那我们就回到位置上吧。其实真的要给他们两个掌声鼓励，我觉得就一个素人来说，要有办法这样子面对镜头讲话，真的不容易。四局上半结束，统一狮队一轮的猛攻攻下了7分，现在7-1暂时领先哦。注意主持人来了，请问一下我们的一球嘞？在看球。他现在脸是不是臭臭的？他现在脸都垮了，都绿了。四局上半还没打之前是0-1，台钢雄鹰暂时领先。那四局上半统一狮队打了7分之后一球，现在他就不太讲话了，郁闷中。他等一下已经变2球了吧？玉琼，你怎么了？心情郁闷。刚我都找不到你呢，我都在旁边偷哭。原本想说今天应该是十拿九稳，但是球还没到最后。你怎么看出十拿九稳的？第一局先得一分，所以我就觉得十拿九稳。好的开始，好的开始。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就是这样，他的心情会随着他支持的球队而起伏。球赛一年就是120场比赛，这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啦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台钢雄鹰是一支全新的球队，他要跟已经在一军打了好几十年的球队要怎么去抗衡，他一定需要花一些时间。第一年你就要他打个总冠军，机会真的比较低。球赛还没结束，现在才第4下、5下、6下、7下、8下、9下，还有6个半局，不要失智啊。OK 的，还有机会。这场比赛现在进行到7局下半哦，还是要询问两位今天怎么样？其实今天这样体验下来，当自媒体其实真的没那么容易，临场反应啊，想一些可以吸引观众的话，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是其实真的非常辛苦啊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多支持，抱着腿方长勇。那你呢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，好玩可是不容易，不能词穷啊，然后
一直带动自己的气氛，然后又很多人在看。那我们在这里也有看到洪总签胜纪念的东西，那一边还有一个洪总签胜拍照的地方哦，与球迷朋友们做的一些互动啊。在今天以前，我们从新闻上有看到，但我们不在现场，在球场的工作人员，尤其在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，大家比较有情绪，或者是在球场有喝了一些酒，会更勇于表达自己了。但是还是呼吁大家，绝对不要有暴力事件。这一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就已经有两起了。那大家有话用说的，不要暴力相向，暴力没办法解决任何事情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。耶、yeah.！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。会呢，大家帮我们把这个影片按赞啊，留言。对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哦，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，看看他们今天的表现好不好，请给分，满分100分，记得拉高一点，拉高一点。表现好的话，我们会给予他们两位特别的奖励，非常特别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 Instagram， 我跟爆嫂的啊，你要。Instagram， 刚刚。刚刚我们问说你要不要公开你的 Instagram， 他说但是公开我给你别讲呢，别讲，别会讲你啊，开玩笑啊，大家喜欢他们就也给他们一些支持，把他们追踪起来啊，我们也要呢，大家再去留言哦，拜拜。